专门打后脑勺的，反一下换手。为什么总打后脑勺？原因是棍头总是斜向贴紧腋下，所以棍的方向借助惯性正好打到后脑。正确方法是棍头向上放到大臂中间位置，另一只手虎口打开，等待接棍就可以了。初学掌握不好的可以用海绵松解棍练习。别看我现在练得挺好，没练松解棍之前，别人说我像小头爸爸，练了一个月后，别人说我像大头儿子。